董事长被欺负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干干干！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全体出发！好。想干什么？不要！嫂子，嫂子！凭什么？退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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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别杀人！干什么？挖坏了！挖死他们！我看你们谁敢乱来！你给他过来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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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动！他娘的！哼，小畜生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你再给老子叫啊！叫啊！你们这群垃圾，你们一个人跑不了！他妈小瘪三，别动！你还给老子嘴硬！哼，不服呀！你这个废物，放开我！你还敢骂老子？
呀！这人嘴巴吃了狗屎，把他给我扔到臭水沟里面去。好的，放开我，走，放掉，走。老弟，那个姓刘的安排了吗？龙哥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跳入水沟里面去了。那种畜生，还自以为是，以为我要给他面子。对，龙哥说的对，以后像他这种人，没身份没地位，就不要和他出去喝酒了。还有龙哥，这些人还真是不要命了。老弟，记住一句话，在烟花厂附近，烟花一晃，万马来见；烟花一灭，千金跪拜。龙哥，啥也不说了，以后我跟定你了。川哥，大臭小子，扔臭水沟去了。好，知道了。看到没有，我们龙哥霸气吧？霸气。龙哥，以后我跟小川一定跟着龙哥好好干，大家都发财。你看他们俩成有狗一样。阿姨，你还是这么幽默啊。今天过后，我要让你们烟花厂一块砖不剩，让你们烟花厂从此消失。就凭你们几个，给我啊！哥，你们快走啊，快走啊。老公，老公，嫂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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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哥，你看那边来了几辆车。谁呀？是不是我们烟火厂的车？在我的地盘，谁来了都不好使啊。高秘书来了，董事长，高秘书来了。
哇，天哪！天哪！这里有50000，你们要不要数一数？这50000，你们让我数，我几天几夜数不完啊！那你的意思是，这钱你不打算要了？不要了。要啊，龙哥，我们要。对，我们要。要是吧？你打我干嘛呀？我他妈打的就是你！哎，媳妇儿，你们不要打我媳妇儿啊！我滚你妈的！哎，老公！你们不要太过分好不好？啊！把这头猪从后山上扔下去！怕了不走！哎，你们干嘛？我干嘛？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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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个人再给我扔下去！一、二、三！哎，龙哥！哎，龙哥！龙哥！龙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各位大哥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错了，我们今天结个婚，你们无理讨要红包，没完没了，甚至还打我老婆，一句道歉就完了吗？喂，伯六。哥，嫂子生了，生了个小公主，母女平安。好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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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现在也不想和你们浪费时间了，高秘书。董事长，我要去医院看你玲姐。董事长，那这两个垃圾。好生伺候，好老。哎，大哥，有话好说呀，对对对，别动手啊，有话好说。